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我来偷拍金贤重，看我能不能不被发现拍到他。来符号。3 hours later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哇，传说中的花样男子，悄悄跟上去。糟糕，电池没电了，好寒雾的感觉。看样子这里就是化妆间，今天貌似有拍摄的样子。好热，喝杯咖啡先。跟上去，今天是真的热。潜入成功 ，Nice。金贤重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糟糕，看不到了，转移阵地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情。我站在山坡上，悠哉向下望。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也。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，原地踏步，走。哇，认真工作的欧巴真帅。啊，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！自尊自己，原路疗愈，只想淋湿一身。奈何自己没文化，机会交给你们了。好梦奉劝你。他们在议论什么？不会发现我了吧？快点撞撞啊！天都黑了，这是要去哪里？好了，该我出动了。啊，我的膝盖！找到他们了，嘿嘿嘿！啊，金贤重看到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朝我这个方向指了指，一个大汉向我走来，目测打不过，赶紧跑路后会有期。